警方未接获民众报案啊，请求抛锚车辆协助啊，查询交通局义务该车因违规停放以致入场记录啊，经检视影片啊，该车后轮加装辅助轮啊，影响刹车有效使用啊，恐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规定啊，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。